或类似案件，才惊觉已被骗。告诉他被诈骗。诈骗集团手法。因为资讯科技甲行动装置相当的普及，最近来的网络诈骗是相当的多，而形态甲手法是不断地翻新，防不胜防。除了是时常看到的网络买物件之外，佮延伸到交朋友来诈骗、投资理财等等领域，这款手路慢慢来涉及每条日常生活当中。那这时候呢，诈骗集团就瞄准这些就是有购物需求的民众，那我们投放一些一页式的假广告，然后以假乱真的，例如说优惠券啊，还是什么方式，然后让他们赶快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。那当你去刷卡或是去付款的时候，才发现说你被骗了。因为如此诈骗手法一直在翻新，民众嘛爱提悬着警觉，因为按能安怎办嘛是有方。为了让这防护款更加完善，现在的宽频业者积极提升着网络安全，更加甲世界知名的治安品牌来独家做合作，共同推出着具有着高效安全性的产品，包括着分级保护、甲骇客的防堵、甲病毒的拿捉，以及设备管理等等，拍拼也要来提供着民众更加全面性的网络保护服务。你健康嘛，提供着免费的反诈骗资源，和民众做着查证。如果是假消息，然后或是说一些网站怕是投资的连结，就是假连结这部分呢，其实我们的友军，不管是 MyGoPen 啊，或是我们的 Who's Call， 就是民众也可以拿来做参考的动作。那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，然后进线，让我们的同仁来做一个判断。为了打击着非法诈骗，警政单位积极打击着资源，加强着这防止着诈骗的宣导，希望他做着不少业者，同时把提起着民众使用着网络甲行动装置时阵，应该避免着个人资料来外泄，选择着安全性较高的这宽频服务业者，守护家己的网络安全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